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服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27期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魔方推出的 MSG04 号的 Track Boy 卡车男孩卡车少年，其实他是一个老头子配音的啊。这个致敬了变形金刚，这个是 IDW 还是局丸啊？反正它的辨识度很高，它就是致敬了博派的司令官 Optimus Prime。那这款玩具的话呢，非常非常的优秀啊！我自己觉得它颇有早期几年，成造社玩具的那种手感，它的一个这个玩具其实挺沉的，还有它的一个倒角的处理方面都相当的不赖。但是认真说啊，我只说它有成造社的感觉，你真的要跟成造社比的话呢，这个质感上还是有一点点小差距的啊。可以看到它有时候变形的时候呢，一些插入就是会有一些伤痕。那最严重就是这一块。这一块这个白痕几乎已经是被我按到变形，是因为我的变形的手法不正确造成的，幸好没断啊，但是我估计如果不小心变的话是很有可能掰断的，这个得先跟各位提一下。那我最近的生态的话呢，就是都在修照片，那因为我现在的职业是做摄影的工作，而且是有盈利的，所以这是我的正经的工作。那因为12月份的时候呢，有一个台湾南部一个最大的漫展，那因为我有三本的这个个人跟 coser 合作的写真集要上架，因为一次 hold 三本，所以我的工作量比较大。但是应该11月6号或7号我就会交稿交出去，所以我到今天为止我还会比较忙碌。好了，那这个玩具可以说是没有什么死角，你可以发现它每一个角度几乎都很好看。好，这点是可以大大的嘉许一下，以它的造型来说我是很喜欢的。而且它以 OP 来说，它的头部这个比例来说虽然是 Q 版，但是它就是做得非常的可爱，而且甚至我觉得它比先前推出的那几个女角的那种有点硬是要把它做成 Q 版的感觉，这一次的设计我真的觉得好上很多了啊！眼睛也是漂亮的金属蓝色，胸口的这个因为这里多了一处的一个造型，所以它有一点点 2D 的一个反光的样子，非常的好。那胸口的话呢是可以打开的，里头也是有领导模块，但是这个胸口的话非常非常的紧啊，如果要打开的话呢，可能要借助一下工具啊，把它打开，里头有一个领导模块，领导模块是可以拿出来的啊，但是拿出来之后又不好放，所以我就扣在里头就行了啊。所以它是非常非常精致的一款玩具，而且扣的时候呢这边是凸，所以这边要先下去。那可动度也非常的好，手臂360度转动没有问题之外呢，它有一个因为有一个变形的需要，你还可以稍微往前面啊，如果你要做出一个打开领导模块的动作呢是完全做得到，你只要拍照的时候会摆位，就会做个借位啊，是完全没有什么问题的。手肘可以弯，拳头呢当然也是可以动的啊。武器呢是一把枪啊，这个枪的话呢因为它是 Q 版人物啊，就是拿在手上的话呢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啊。那你如果说你要展示一下你的雄风，你可以把枪拖在地上，对不对？虽然 Q 版，但是人家的枪能碰到地上，我们还做不到啊。那腰身的话可以360度的转动，脚的话呢，这里有一个往前面踢出来的一个多出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啊，我个人的理解吧，它完全是为了增加人物的可动而增添的。因为变形的时候呢，这一块我记得这个关节是不需要的，所以它确实是为了方便这个人物的话，就是可能是为了要让它的动作呢能够做得更大一些或怎么样，反正就是。关节的可动是相当可圈可点的，那接地也是有啊。然后膝盖的话呢弯超过于90度了，这个下半身如果你愿意的话呢可以把它拆解成很多的部件，然后站立的 pose 啊什么的话呢，这款玩具虽然是小归小啊，但是气势还是很不错。背后的话看到啊，背后头脑袋后面啊有一块硬塞进去的零件，但是背后我们也不计较太多了。那后面有一个类似于是变形金刚 G1 的 OP 背后的一个，这是藏它的一个炮的一个手枪的一个小小的一个造型，也是我做出来的。认真要说吧，比较突兀的地方可能就只有这里了，就是这一块啊，这一块是变成车子侧方的油箱，比较奇怪一点。那另外有一个我比较不得其解的是，它这里多了一处的这一个膝盖这个护具啊，它是可以打开的。打开之后，里头这一块部件呢是可以再翻出来，但是我不太懂它这一块有什么意义，因为变形的时候，
好像你把它翻出来，反而会造成车子的底盘会拖到地面，我不是很清楚啊，也有可能就真的没有什么作用吧。好吧，人形的表现基本上给予很高的分数啊，这沉甸甸的手感是相当不错的。我们来看到这一款 Trackboy 的变形过程啊，这边的手的话，我先把它变起来。说明书的话，一开始是叫我们掰手，然后写的真的是让人家看得非常的痛苦。那我就直接给各位看一下，它的手臂变起来会像这样，这个样子。那我们先把手臂的话，就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变形好了。从把这个地方，因为手部呢，你不先把它整理好的话，会有点痛苦了啊。那变到这里的话呢，我们把这个地方可以打开了。打开之后的话呢，这里有个胳膊，这里。注意了，它的用就是把这个胳膊的话呢，是要一直往上面转上去的，胳膊一直往上转，转上去到这里，然后手的话呢是把这个地方挑开来，这里挑开，挑开之后里面有一个轮子，轮子翻开之后呢，我们转成这个方向，哎，你可以看到这是形成车子的一个侧边。那手这里注意一下，手的话呢，我们就转到这个方向，我们要以这个手的手背，手的这个背。能够靠到这个面板为主。好，那先变到这里啊，手臂的部分呢暂时就是先到这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头部开始变形，头部的话这个地方翻出来，我们就对它的形象会很明确的知道这个就是卡车的这个头部嘛。然后呢把这个头这个地方给掰出来，第一次变的时候呢这个头这里掰出来是很紧啊，掰出来，然后呢两侧把它给打开，两侧整个都可以打开，翻到这一面你就会看到了啊，它的这个就是车子的一个头部嘛，那这里都有对应的一些咬合的这个缺口，我们就把它给扣上去啊，这个可以把它扣紧一点了啊。然后我们接下来整理它的一个脑袋瓜子，脑袋瓜子还有哪里要处理呢？这个耳朵这个地方啊，你稍微推一下，你必须推一下，你必须把这一片部件给翻出来啊，如果不翻出来就动不了这个地方啊，由内往外使出你毕生的功力呢，把它给用你的不管是查克拉也好还是什么有的没有，反正你就是要把这一片部件呢给翻出来，然后呢这个耳朵才能够翻出，然后翻出之后呢里面的红色部件给翻出来，红色部件给推出去，然后呢耳朵给放进去，好，然后呢再怎么样再把红色部件给盖过来，就变成这个样子，看到了吧，就是把里头的红色部件把它往外翻。那这里也是一样的啊，刚刚我的查克拉已经用了一部分，我怕我这个查克拉不够，所以可能推不出来，如果推不出来怎么办，就是用工具嘛，对不对？好好好，我很明显确定我的查克拉推不出来了啊，这个时候只好用道具了把它扣一下，这个真的有时候是它是一个啊，好了，查克拉又回来了，对不对？谈笑之间就把查克拉补回来了啊，然后把这片部件翻出来，红色部件推出去，耳朵藏进去，然后把它给红色部件这个地方把它给盖过来。好，到这里啊 OK 到这边，那我们接下来就可以开始进行其他的变形步骤了。我们从这个地方腰部这个地方有个卡扣，把它给松开来，这里看到吗，松开，整个给松开，松开之后呢这一片也不要忘记，这片记得等一下要把它推到最外侧去啊，记得把它给推出来。好，到这里之后的话呢，我们要进行两个大回旋。第一个大回旋就是把这个地方先往下这里扯开，然后呢旋转再扣回去，等于是就是做了一个上下颠倒了。再来是把腰部这个机械的腰部做一个大回转。好，这两个大回转结束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进行它的其他的变形步骤，已经差不多了啊。来，我们看车头这个地方展示也那个什么，这个识别灯嘛，我们就把它往上面这里透过这个转轴把它给往上翻，往上翻上来，然后另外一侧一样都把它往上翻，往上翻之后这个部件就过来这里，看到吧，所有的卡扣都在这里，就把它给扣上去。这个主要在变形的话是说是变给各位看啊，如果是自己变的话我会更快一点，然后呢这个部件就会刚好在这里，看到吗，在这边就会刚好在这里了，那这一块部件就往蓝色部件就往后面推就行了。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把这个手臂这个地方
大。你看这里有一个滑轨，滑轨先往外滑，然后下来，整只胳膊下来之后到这里。那我的建议吧，你这个地方要注意一点，这里有一个红色的一个凸，就是这个红色这个凸要扣进去，要卡进去这里面。但是这里卡，这里卡进去之后，你就要变形，就要小心一点了啊，因为如果施力不当的话，它可能会断掉。那这里有一个变形要注意到的地方，就这片部件放进来之后，我们把这个这里白色的一个凹，它要扣就是这个红色的凸，所以我们把它整个手臂直接往侧边放下来之后，这里这一片部件要推进来，要让它去跟那个红白这里要做一个，要扣上去，这里记得要扣上哦，这里好，这边一样有一个卡扣，记得都把它给扣好。这一片部件往后放，往后放的时候呢，这里它这个红色其实是一个两片部件，然后蓝色从前面这样子是卡进去的。这个的话呢，就是第一次掰的时候可能会不容易发现，但是变一两次你就记得了。好，这边卡进去之后，这里块部件就过来跟它做一个补充。那补充的时候呢，因为这里有一个凹槽，所以说呢，可能你需要把红色这一片呢稍微再挑出来一点点，这样子两侧一碰，好了，这样一来这一侧的话呢变形就算 OK 了啊。那另外一边的变形的话呢也是一样的啊，我们就把这个部件整个往下面翻下来，翻下来之后到这边啊，记得这个是朝外这样进来到这里。好，你看这个位置都会差不多，会在一个平面上，因为我们之前已经先把手给变好了，这个地方一推你看就卡进去了。那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合好的话呢，就是稍微的去前后错位调整一下。那这个时候的话你再来扣这个也是可以的，因为我们其他地方都已经扣好了，所以它这个地方也跑不掉了啊。这个就是越变后面越容易变，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了啊。上方这里把它扣上。好，那再来呢把这个屁帘往后面整个拉出来，往后面推。那这一片部件啊，记得把它给往后放啊。这片部件你如果忘了变，它可能就是停留在身体里头，停留在身体里头也不是不行，但是你就是武器就是会没有得收纳，你的那个枪啊到时候会没有地方可以放，然后就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那腿的变形比较少，没有什么步骤啊。首先的话呢，把这一块从下面推出来，推出来之后待会的话跟这个地方做一个咬合扣上去。那脚的话呢，脚底板有一个地方翻出来，然后呢再整个翻出来，再把这个部件，这里有一个轮胎藏在鞋底，传到侧边。那这里的话就是有一个凸跟它的结合，把它给扣上去。好，然后这片部件它只是摆在这里，没有地方可以扣。那另外一侧的变形也是一样的，脚部的变形比较简单，基本上脚没有什么拆解。其实这款玩具变形最难应该是在手部吧，我觉得手部的变形让人比较难以理解啊。好，到这边，那这里一样，上方有个卡扣，一样一处两处三处扣上去到这里。好，那最后就是把这个屁帘的部分往后面整个拉出来，拉出来之后这个白色的凸啊，就是这里拉到下面对应有两个蓝色的凹槽，把它给卡上去。这样一来它的结构就非常的稳了，基本上整个玩具就不会有散架的状况啊。好的，然后这个放到后面，烟囱推到侧边，然后严丝合缝的看一下啊，整个变形可以说是一样是很有挑战性哦。第一次变的时候呢，肯定也是没有办法摸得很熟悉的了啊。然后的话呢，滚动性算是挺好的，这样推一下，我能够跑的距离还算不错。那这个就是我们这一款 Track Boy 啊，从机器人到载具的一个变形过程啊，武器可以扣到这边。Track Boy 它的卡车很方，非常的方，前后左右来看其实都很方，后面是它最不理想的这个尾部就是这样子啊。那武器的话扣在后面，那它这个武器的话呢，它是有一些变形的结构啊，但是我个人看的不是很懂这个变形的结构有什么能够有什么不一样的展示吗？我不是很懂啊。好吧，反正就各位知道一下，就是武器可以收在后面就行了。那正面来看啊，
它的这个车窗比较可惜啊，这个分割线就是沿着车窗割下来啊。那上方的警示灯、车头灯有黄色的涂装，它到底算不算小比例玩具呢？我觉得算是吧，应该也是可以归类到小比例的玩具了。然后滚动性很好，刚才也给各位展示过了，全部都是打铆钉的啊，这个推起来的感觉还是比较舒服啊。那变形的过程当中呢，就是这个地方啊，这个地方扣进去之后拔出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施力要记得正确。它的变形思路其实还是很典型的魔方的设计，就是一片一片这样翻出来，但是因为它不是尼龙材质啊，所以有时候你翻的角度万一不对的话呢，可能对这个结合的一个插的这个孔啊，或者是这个凸啊，都会有一些损害啊。这一点在变形的时候呢必须要特别的注意，但整体来说它的质感的话呢是非常不错，特别是人形状态啊，非常的可爱，摆在桌上的话呢是一道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展示。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